贤者大人，您召见我。海加德已经派人进入了隔离区。 Thank you.
怎么样？我们这里还不错吧？你和夏祖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吗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人，是大家一点点把避难所建设成今天的样子的。
办得不错。快回来吧，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看看。
统数据下放权限通过。海加德拟态系统数据下放权限通过。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回去可没法交代。